买买买，每年过年不少人都会到彩券行试手气，但财神爷最眷顾的是哪个地方？金融中奖率堪称是全台之冠，106间彩券行中就有40家曾经中过头奖，平均每3间就有1间是头奖商店。基隆头奖占比高达37.7%，打败过去高雄凤山，荣登全台最旺。有些老顾客甚至每年都来买。这边的彩券行真的很旺，早上跟下午这样。趁人比较少，看看接他们的手气好不好。这边附近很多庙啊，所以先来这边拜拜，然后再来试手气，大大小小都喜欢这个，因为有中奖的感觉。业者说，今年刮刮乐最夯的是100%中奖的金主奖和财神发红包，大奖抽宾士的超级红包和奖金1200起跳的千万大赢家，卖气也是下下叫。另外，大乐透每年过年加发一组的百万春节大红包，卖气也大幅提高。不过，今年到底哪个生肖财运最旺？去年中大奖就是生肖属老虎的，明年初一的财神在正南方，是有可能初一的大奖会开在南部，是有可能。命理师说，属狗属龙虽然今年财运不佳，但穿上红衣能增加财运，过年试试手气，有机会也可以来吉隆试试拼运气博大奖，也给自己讨个吉利。谢谢你们，谢佑云吉隆报道。